妈，你会武功吗？会。哼，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葵花女一手，不不。怎么那么讨厌啊？开玩笑，你不会生气了吧？苟且看。好吧，别。其实我也是习武之人。你为什么、啊、不能用葵花女一手啊？我用过了啊。会轻功。搬好哈、啊，我脚不能落地哦。莫老师，你干嘛、啊？啊，算什么啊？我在算底下纸便宜一点，囤纸啊！算85除以35和49.9除以25。我真是不懂为什么女生喜欢囤货。没多少嘛。等于2.4跟1.9。那你掉下来就比第一家便宜5毛，35包就是17.5。哇哦，太棒了！就我们存100万只差几千万包纸了。百万富翁从囤纸开始。啊？又怎么了？为啥抢光了？加不包邮，邮费多少钱啊？12啊！生活不要太多钞票。哇，是不是你偷看好了？咱们给准备惊喜？真的假的？哈、啊，我啥时候骗过你？睁眼吧！你哪知道我是谁？应该也不至于。纷争开始了。当当当，这不是惊喜吗？你看这多爽啊！你看你每一本都用得上。那不行，那我买家也买。啊，那倒也不用了。马氏当时抛砖引玉，这个才是我想送的。完美日记小溪跟爱心礼盒，里面三个颜色让你上得讲堂，进得厅堂，还能送得去礼堂。我就说呢，这么浪漫，排比句都用上了。嘿嘿，看破不说破哈。还挺好看的，我试试。嗯哼。马氏口红也装，看电影吧。那我们去吃好吃的。那你说的有意思的没你呗。我和女朋友回到一起读过的小学时，貌似走了，我说进不去的。看看咋了？你看操场这儿，现在我们还在这跳舞广播体操呢，记得吗？记得啊，那个叫雏鹰起飞，你还领过操呢。这你都记得？哦，那是有一次我上主席台，你那个流动红旗时看到你站第一排。我也是我长大的，啊，也有道理吧？矮冬瓜，瞎说什么呢你？哎，不过我怎么也没想到19年后你会选择当老师。正好，我觉得都是19年了。哎，对呀、啊。时光荏苒，日月如梭。你要呢？你想不想说？别烦我，这摄影师的问题。不给不给不给的瓜，不给的瓜。变成了勇敢。小木木，我们去吃宵夜吧。不行，说好要减肥。哎，吃了再减一样的，走吧。不是睡前3小时不能吃东西，会造成脂肪堆积。啊，打住打住打住，休，不吃了不吃了。冒犯了吗？就有点辣。老板，来哭了。你这不吃东西吗？怎么可乐喝上了？我1:30，好像是这个道理哈。那是，有时候有点不确定。管他任何琐碎，都能选择性的失忆。